来，你们蛋几个？其实请他们来，单单位啊。五个，来六百条。啊，对了，开始。我这边五个。而且买了吗？买了，再买啊。我们水流呢？哦，来了，很怕。等下来，上楼那点，等下冷巴弄啊。对啊，来了，要吃大拼盘的，我可以处理了。九个。九个客人吃而已嘛，还要？不是这一盘九个呢？ 我后面还有很多，这一盘是四个而以。哦，来，要吃大拼盘的来一千个。嗯，大家都方便大拼盘，那时候别人用几斤的出来？你不是大拼盘。来一千个，你不要怕，你先给我钱，下你会笑着回去。后来弟弟买回来给你，弟弟咱贵生。 贵根，比你十倍啊！你根本就唔知我讲，弟弟你好帅哦！两个，你今晚要拼啥子？打一千块，贵唔贵啊？欸、今年钱啊，我今年差不多爱花钱啊！一千块，你去边度啊？你今年？不然我太想不了，我叫什么？ 你把它送过来，还打开啊！好，再讲不听。第六个。四个。集合了吗？嗯。八号。嗯。没有。 糯米鸡料嘞，糯米鸡韩式的，三大号的，也是吃哇。什么叫糯米鸡？你唔知哦？你上班几档啊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糯米就是咱咧爸爸种的迄叫糯米。伊有听过糯汤鸡啦？你卖可以讲话哦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做几档几档啊？你袂使咧听声音。 一千个，几个蛋钱啊？四个。四个而已哦。哎，我只能收八个客人啊，动作快一点啊！一千个。还有四位哦。这边哦，拢我你吃着，阮家的精华，就吃几两一千个。鸡腿海陆锅佛跳墙，羊腩，糯米鸡。 麻油鸡米糕，我只能收八个哦，赶快拿。还有三个啦。只有八个哦，赶快。还有三位哦。这包哦，等于大人囡仔拢做爱食，你拢吃小点。虽然是个包啊，但是我等下会去批落，这包是西装一样而已，送给你的西装一样而已。那一千块，最后两位了。七个。最后两位了。 哪个叫你？哎，红豆叫我，我在这边呢，红豆。哎，你今摆人要买东，大哥讲无人要。最后一位哦。一千啊。金蛋钱哦。好，安尼已经超过啊。来，我问你一个来，不一下，我互你投票。 别别塞，我别塞，我投票。你别安尼哦，我投票没有意义啊。哎，可以哦。投票就两票了。两票哦，两票。太狂，对啦，啊，是你。最后一位喽，来没了，八位收到了。真的。八位收到了。 收到了呀，啊，你当收了啊？怎么讲哈？您这回来要冲啊位啊？唔通啊，迄种会歹食噶？拍卖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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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
行啊。对啊，对。啥子啊？感谢你各位人客啊。
一千个小朋友对啊。这个是卡通，这个是卡通啊。这个小心的来家，真的。不要搞低啊，我这边没低啊。哎呀，放心放心。哦，我一次卖250而已啊。一点三三，一千块，拢给你听啊。我错，对，我上卡通啊。卖蛋糕拢上小港啊，大爱。你两个较歹食袂啊，送两个要创啊有，来，对来，啊，要食切片啊来，对，先甲处理一下啊，对，对来，恁各位爱啥？老板，来个，这个吗？不贵，这个还有吗？来300块来，幺零，来都给你了，300，四盒。大小孩比较方便，我给你来。来，爱的各位兄弟姐妹，请跟嘛，我把口罩戴上，辛苦了。谢谢大姐。好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来，还有吴家盖子牛排，阿伯上。对，你看这个弄啥啥，要存你几包粮，谢谢，阿伯先生。炸弹哦。辛苦了，大哥。恭喜两位的，来进攻嘛，300块，最后一箱哦。十几了，来300。两几啊，三几啊，四几啊，你来收钱哦。来300，五几啊，你。三个人够了，来进攻这里，来200啊，来300，六七百多，真的大哥。300哦。最后两位的进攻嘛，来300。四几啊，打开啊，你来300。300块。两个人够了，进攻嘛，300哦。Hello。我要吃什么？来，黑胡椒带骨猪排，最后一箱的，没有了。来，只有四个客人，黑胡椒带骨猪排都叫上，来了，把它200块了，黑胡椒带骨猪排。超级好吃的，我袂较食外口出味啊，真正是咧困啊！来200块来，大姐大哥对啊，真的很好吃，腌好的都用鲜的，用烤的来，三条来，四条来，五条你来，六条你来，七条你来，八条你来，好啊！大家对，大家到十条来200嘞！我收3个啊！对啊，慢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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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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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补衣啊！哈，你准备去补货补衣啊！哈，来，谁的？等一下，一、七、十、八，再来三个关联衣啊！来，货补衣了，货补衣，不要了哈！来这边来，赶快，来能发的，来给我，来不接你哦，再一个给我，黑胡椒带骨鸡腿，来七碟，来五碟，六碟，来七碟，八碟，来九碟，来十碟，没有了，我收了，没有了。我收了，有点钱好啊，啊钱好啊，有啊，我有留300摆给你啦，对啦，老板脾气不要这么差，我300摆给你，还有吗？啊中了，勉强鸡腿好吗？我没有卖你200哦，我卖你比较便宜哦，奶拿着。可不可以？啊，都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无三斤肉，你200多，你讲大盐味鸡腿排，盐味鸡腿也好吃，要拿钱拿快一点。可是这是鸡腿啊，来300，对啦，十个人给的，来这买就200多。拢无啊，我最后这箱啊，我讲今天今仔吃袂起卖啦，无这箱再都卖完啊，来200块来给，200块来。两位，三位。一个我准备着，规箱八块多好。4、5。规箱八块多好。来300，来300，5个。休息休息，剩2个。6个。对。6个。只有2位啊。要了没？5斤、10斤、7斤、8斤、9斤，来10斤了，你们。再来个大鸡腿，来几个大鸡腿来，全部鸡腿来。大鸡、鸡腿、火鸡、大鸡、鸡腿、大鸡、大鸡，来大鸡腿来，来，全部全部鸡腿来。看到没？鸡腿、大鸡、鸡腿，这鸡啊，都回来，这都回来啊！煎好的，煎好的。来，谁的？先拿
先拿，都有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四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什么？今年几啊？今年几号啊？六、八、四、十。你说哪年的？是哪个？我现在都没有。好，那。你这平均八亿的，对呀。对，也没问题。学松阿伟啊，你。不好意思，松阿伟。松阿伟。我今天小休息。来，给多买三百个人。没有。啊，你今天还有没有那个鸡块？八。鸡块哦。谁没拿到？拿到了吗？哎，我昨天弄好的。哦，我也是。还没有，弄好了，我弄好了鸡块哦。快点啊！拢无得七块，无得无得无。来两百，今年最后两个人叫你，看票啦，好啦，七块卖完啊嘛，真正卖完。来，最后谁？文航哥。最后谁？很可爱。最后一个。飞机，包机长兵最后一个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五九牌，我都骑，我连高王，我这小姐家过去，来，我连出来呢，来两百呢，我连这大两百个，我就包给你了，来好。看过有这样，来，等会东西好了先给人家。来，凤螺来。凤螺，我只有卖四个。四个。来，按上。箱子谁买的？我这边不是箱子。箱子。箱子谁买的？这边这边。想干嘛？拿个两个你招待。那个老板在。来，谢谢。哎，操作了。好。来，你们下面来吗？我们吃蒜鱼嘛，要吃鳕鱼的。那我们吃蒜鱼，好的。500块，500块。鳕鱼500啊。来，我教你。来，500块，小姐，两个是蛋体。鳕鱼谁要吃鳕鱼啊？啊，大的，500块。鳕鱼500啊！小姐，两个蛋鸡500块。快，我交给。这边给你500块，到哪边坐？你大的不能再给人家了，小姐，我们大的都。鳕鱼前面500块，鳕鱼500块。来，要不？来，快点！来，快点！到哪边坐吧，500块。来喽，来500，鳕鱼卖500，五片呢？一天给你，两天给你，五片啊，三天给你，我这都忘了，来四片给你，五片给你，最后一个过来500块，好请。还有人没拿？还有人没拿？还有人上来，我这呢，谁上来？来，小姐，我这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来，只要他上就好了。过来嘛，快点来。我看你这多讲，说几个不讲。我他妈这特屌做一眼了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掉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好嘞，你把东西，500块。好了，希望啊。来，干啥不讲？这两块是差别来。来，这价开200块头，200块。这两花枝虾饼，这很好哦。来200块。这边给你200块。这边中间。200来一个。来200的啊。最后几个人给你，最后一个客人。这边。来。来200块。要包你姐，要虾饼，是吧 ？OK， 也是两百，没有了。下来靠我装好，我唔跟卖货。你买就算了。对哦，我先喝一杯。感谢各位来下班了。耶。又回来。来，迎班来，还没有用冰块啊？冰块我们给他送到门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这行物件已经吃过无少个啦，来。小小喽喽。做的吧，哦，小姑妹做的，然后五个进来就发过来。来，哦，小姑妹搞好嘞，来300，就掏钱来，五个300。OK。
快差宝贝快差点，来沙发，来沙发，叫姐妹好不好？一包一包半公斤啊，一公斤卖四啊五啊，再卖你四百，三百六，叫姐妹来。三百啊！小小肉肉三百，多嘞三。来，一包个钱。三百六，叫千五百块不咯？公斤半，大斤两斤半，来三百六，叫姐妹来三百六，对了吧？有人爱吃不？来，我叫姐妹来三百。好了，我要吃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们今天又来啊？好了，我要吃哦。我昨天已经来一次了，今天又来，真的很感谢。来三百，叫姐妹不？三百啊！叫姐妹，姐妹来三百。对，阿三不用坚持啊。哎，叫姐妹哦，来小罗罗三百。三百啊！就是到了爽了，来叫涛姐妹来三百。嚯，这一百一百是想得要赢啊！三百六。手酱干杯哦，一罐百五，再卖你五百，不是哦，再卖三百了，这罐请你，五个人给你，老板再给你来，五百了，这罐卖的是，哎，这是起价啊，来，来三百了，叫姐妹来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不然被炒完了，快活炒一下哦，加一下干杯酱哦。小姐，跟我来三八，三八，哎、欸，你阿帅哥都用钱来，进来三八了，我多多红兵。那无哦，我手出力，咱不要冲下去，我冲对了。三百啊！哎、欸，阿新疆朋友你到哦，加入红兵咪啊！小涛姐妹来三八，来，来我一双。对吧？个两公斤啊，猪肋的两公斤啊，佮加你一罐 S O 酱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表姐来三百块。哎，那肥料旁边那边。啊，猪肋不要我大了吧？来三百块，最高姐妹来猪肋吧，三百，三百，三。还变那差？用变差的就对了。差就算了，加炒蛋吧。我加一罐 S O 酱，就是袂你差。对哦。真正好食，来三百块来，最高姐妹。这里面很好吃，快活炒一下就好了。两公斤的，我八块六买袂开的，来三百多。快活炒一下就好了。一罐八块。啊，都唔免欠啥物货。三百多。你看你的味道太，味道要重还是不？你哪话我拢在那边煎了，我连炒拢无得炒啊。来三百多，我来煮煎两煮嘞，三百多。来几个来个？来三百多。来三百啊！来啦，哎呀，我看哪里被杀伤了。辣椒。辣椒菜的辣椒，我刚才来三八，对啊，青菜那边的。猪肋三八。二八啊。哇，你啊，猪肋花都花得完哦。哦，我先把你拿来，真的。我来，明天好啊，我先把你拿来。看下一页。啊，不，不然在我的地方。阿伯好，阿伯阿伯，小蛋姐，小蛋徐慧来，银班来，银班开五百块的，银班。一般规矩上不溜啊，所有几班几啊，来个八路，增加力啊，车得啊，真得啊，行车得啊，所有几班几啊，来个八路，哎，就前面我一般，这个都超细的，我画每个胸口啦，来三八路，啊，我八路，他们要冲到尾，快点快点出来，我变三八，来我八路，一般三八，来我八路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来我八个平板。八桌有诶，但是这家叫你买，足少有这个物件来，两五八，三只四啊五，好来来来，开始买三百块。三百啊！平板三百块，叫几个人买来？烤的哦。豆啊。你要不要？不可能，我那边。两百。一个一百的了。
小姐要一个。三个客人的赶快，一样好的。后抓来三位三八，不已经作秀啊，蛮不我平淡了啊。姐妹啊，大家再试试看，清蒸红烧长寿孙德老师，这待会都就有药，这下算你赶快说林南掉掉哟。来，林南哦，一样好的。250啦，你们250。来个小两个都，平板真正好药，这几个都超过一样哦。来，这三杯拢我哩。真的可以，真的。要卡的。来，三八杯一样好的。我安南岛那个好好的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走了。我们昨天没有这种鱼，昨天没有。好来，拿回来，拿贡品啊，来，那个阿哥加班团的冰卡呀。来，三碗。再来加。不会加班团的冰卡呀，就。二分之千，二分之二。真的有代币哦！来，关来，关来，关来，1000的关来了。1000的有代币哦。来，有代币的来，麻烦一下。兄弟上面。你讲，你两个妹妹呢？啊，代币，代币。手机完了。手机完没有了。这边都有，这边有宝贝呢。哦，我叫我后面去点，俺才是不是弟妹，我后面点。来，几千人上你来，好来，弟弟来。这边有两个，弟弟也有一个。弟弟你好棒哦。嗯、这边还有一个。不客气，弟弟你好有礼貌、哦。75。来，这边有一个哦，你等一下拿一个给过我们这边弟弟的哦。弟弟拿这边拿，我放在这里面。所以弟弟就变大了。来，弟弟加点血量嘿。来，啊，你叫弟弟看一看。不可以，这不可能。我接红包，我点不开心哦。还有一个1000的谁的？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啊，我这个是弟弟干出来的。来来来，他给五，那你再喝下。我都拿到了哈，代币都麻烦你尽量把南岛的大哥处理好，注意起来。来。底卡出几支？几支？他们说还是会不顺。来，要吃万能猪脚的来。我按蛤蟆的哦，来来，上面传好货，蛤蟆肯定往上涨。来，要吃万能底卡来，一支免拿阿货啊，这一支还要三斤哦，有你七八的没有？最大只的1700公克。来，要吃万能猪脚的来，免七八，免拿阿货。帮我找个胶带给大哥。1000的。1000啊。我今天。困难猪脚干没叫？我去放。一支拿我两支哦，来1000的。地方就继续开直播来。你啥的？想要去看哪里？我出国那。困难地方确定无啦。出国逛街吗？你有想要吃这盘？你有想要吃地摊？也去。宝贝，宝贝。我袂叫你买1000啊，你买反正一个哦，一个要吃，两个哦，来等等，三个哦，好。阿妈，我先甲送好啊。来来，先来认过。阿妈买500啊，是买200。